老肖，哎呀，王宁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吓了我一大跳。大晚上呢，你搞什么呀？我找李参谋汇报情况，突然内急，我就……哎，我还以为遇上了坏人呢。李参谋和沈科长现在正在追查内奸呢，你快去吧。追查内奸？有线索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去了啊。哦，去吧。 我跟您呢打听个事儿，什么事儿？这几天我们队伍上有没有找您买过风筝？有啊，有位同志来买过几次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那他长什么样子？他长得……你这几天看见过当兵的叔叔也放过风筝吗？没有。哦，有位叔叔。 他不放风筝，但是他喜欢看我们放风筝。他买了一个大风筝送给我们，那大风筝飞得可高了。那他叫啥？不知道。快告诉我，他长得什么样？萧子平。沈科长，我查到了，是萧子平。我也查到了，立刻控制他。 啥呢？哟，肖股长。哎，李参谋和沈科长半夜才能从凤头岭回来，太辛苦了，我给他们弄点吃的。哟，这弄的啥玩意儿？鸡汤。哎呦，这鸡汤可真香啊！沈科长受伤了，得补补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胖哥，要不这样，待会儿啊，你把这鸡汤也给戴遂昌送一碗去。啥？给狗汉奸？我不去。哎呀。 你看你说这啥嘛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戴遂昌是我们的俘虏，但也是重要的活口。他肚子里面的秘密多着呢。明天黄司令要亲自来审问他。你看，咱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恢复体力啊？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待会儿给他送一碗去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啊，绝不能让他白吃白喝，一定要让他把肚子里面的秘密通通给我们吐出来啊！<笑>胖哥，哎，铁蛋儿。 什么事儿？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好，这小子是我同乡，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去取啊。哎，好，帮我看一下火啊。哎，峰哥，我跟你商量一下。他娘的，溜了。 水还热着，这小子肯定刚走。老蔡，你立刻联络张连长，封锁全镇，绝不能放跑了肖子平。我去找李参谋。好的，行动，快！原来这家伙要偷。 肖股长，啊，没事，没事啊。谁？
吓老子一跳，老子以为有情况呢，好像是只野猫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哎，小股长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哎，这鸡汤真是太香了，我刚才啊尝了一口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啊，不不不，你还是赶紧给戴遂昌送过去吧。啊，行。这是什么？我刚才不小心把面盆给掉地上了。啊，我说刚才看不见你，原来下去捡面盆了。是是是。肖子平是内奸，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是他的嫌疑最大，而且他很可能已经跑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找到他？他熟悉咱们的情况，又早有准备，不好找啊。沈科长。沈科长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给你做了点吃的，可是你王莹啊，你从凤头岭回来，见过肖子平没有？看见了，刚刚就看见了。在哪儿见到他？就在咱们县委大院西侧院。他来这儿干什么？他说是来找李参谋汇报情况。他没到我这儿来呀。啊？坏了，肯定有阴谋。老肖他怎么了？他很有可能就是内奸。啊，难怪他刚才鬼鬼祟祟的。对了，我们从凤头岭回湖山报信的路上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肯定是他在搞鬼。赶紧集合队伍。嗯。哎，那我哎，胖哥，送过去以后赶紧给戴遂昌喝了啊，明天好审讯。我现在要到李参谋那儿去啊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同志们，封锁院子，两个人一组，给我仔仔细细的搜，必须抓住肖子平。是。行动。别看，快！快，你们两个去那边。是。快。跟上。你们两个去那边，其他人跟着走。你们俩去那边，其他跟我走。快。死死没有啊，来人呐！哎，阿拉饿了，阿拉饿了！戴遂昌，不许胡闹，我们都还没吃呢。阿拉不管，阿拉饿了。哎，阿拉和鬼子周旋了一天一夜，你们连口吃的都不给阿拉搞，你们太心黑了，听到没有？哎，那不给你吃的了吗？哦，真的个，猪是狗食啊！哎。阿拉要喝鸡汤、青草虾仁、蟹粉、小笼包，听到没有啊？哎，你快点！死胖子，走快点！有没有看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继续走。是，跟我来。是。报告，没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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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会躲在哪儿呢？他逃跑的那么仓促，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危险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潜入到这儿呢？李参谋长，他刚才见过肖子平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后院的厨房。我去找胖哥说事情的时候，肖股长正在厨房里面。他到那儿去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进去。快去厨房。吃货，
戴随昌，他要毒死戴随昌。李大，看好机舱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阿拉现在是重要人物啊，你们一定要给阿拉吃好吃的。姓戴的，别瞎嚷嚷了。新紫金是优待俘虏的，领导来让我给你送鸡汤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有吗？好吃的，啊！哦，哎呦，鸡汤啊！哎，急什么？刚出锅的，小心烫嘴。没关系啊，这个鸡汤就往趁热喝，暖在胃里啊，浑身才舒服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带了空碗，盛出来喝。不用不用，讲这个啥，都快气死人了。保护戴随昌。要不得鸡汤，你还给打碎了！别喊了鸡汤，别喊了鸡汤！呸！那个大头鬼哦，这鸡汤有毒，要毒死你，你晓得吧？情况怎么样？还没有发现敌人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萧子平对湖山是很了解的，绝对不能让萧子平钻了空子逃跑了。是，我到那边去看看。报告，我们在镇里仔仔细细地搜了两次，没有找到萧子平，镇口的所有出路已经完全封锁了。没有发现萧子平，眼看天就快亮了，他不可能老躲在这里不动窝。是不是逃出去了？他要逃到苏城去，只能向南走。娘，娘，娘啊，咱们总算到了。萧子平这个内奸，都是他！要不是他，咱们怎么能受那么大的罪呀？是。停下！玉，老乡，我有紧急任务，需要金云的马车。不行。我还有急事儿呢，萧子平，他就是萧子平。李参谋，镇南响枪了。哼，果然是南边，八成是萧子平。玉姐，
肖子平就是内奸，他抢了马车，还有魏大娘朝那边跑了，快去，快追！交给我了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好，冲！魏大娘，魏大娘，魏大娘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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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反抗了，赶快投降！肖子平，逃不了了，赶紧投降吧！肖子平，逃不了了，赶紧投降吧！肖子平，赶紧投降吧！嘿嘿，姓沈的，有种追老子呀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李参谋，你看，哎，找条船去支援沈英杰。是，是，快！
参谋，李参谋，李参谋，我找到两只木船。胡闹！木船管什么用？汽艇呢？没有。李参谋，这哪有汽艇啊？就那两艘，我估计都是鬼子留下的。姓沈的，有种就追老子呀！啊！消灭了鬼子野田组，清除了内奸，彻底解除了鬼子追杀戴穗昌的危险，所有人紧绷着的神经都松懈下来，轻松喜悦地等待黄司令到来。
是我。哎，我以为小鬼子又来了呢。你以为还在凤头岭矿场呢？哎，慢点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是不是伤口发炎了？我看看。哎呦呦呦，伤口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不用看了。此时，在苏北前线，我新四军的攻击行动即将开始，各部队正在进入临战状态，已经非常。报告，报告，一团已进入指定位置，等待指示。三团已越过养马河一线，向纵深展开。报告，第三战区司令部急电。又是催促我们尽快行动的指令。好。我们这次的行动啊，是攻击敌人的交通枢纽和干线，破坏他们的机动能力，为我们开辟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。因此，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开敌人的锋芒，不跟日军的主力部队发生正面冲突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指令友军配合我们，但我担心国民党顽固派趁机搞阴谋，借刀杀人，利用鬼子来整咱们。由于我军深入敌战区，战斗打响后，如果侧翼的友军故意顶不住突然溃退，我突前的主力部队就会陷入日寇的重围，唯一的退路就是这座石桥。万一石桥被炸，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。什么友军配合，分明是联合日伪搞咱们。既要防日伪，还要防友军，这仗怎么打呀，黄司令？干脆不打了。这一仗必须打，关系到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，但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。我去湖山亲自审问戴遂昌，就是为了搞清内幕，以防不测。参谋长，你要密切掌握部队的进展情况，随时跟我保持联系。我会从湖山直接赶往前线。好。报告司令，马已准备好了。好，出发。好吃吗？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哎呦，吃个苹果，看见就看见了呗。英杰，苏伟来电，黄司令已经出发，到湖山来了。哦，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这黄司令命令咱们保护戴遂昌三天，这还剩下不到一天了。哎呀，这总算熬到头了。黄司令天黑之前赶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保护戴遂昌七八个小时。只要他安全的话，那我们的任务就胜利完成了。对，鬼子野田组和内奸全部被消灭，敌人在余下的几个小时里再派人来已不大可能。咱们总算喘口气了。哎，李参谋，别松劲啊，咱们千万不能天亮了尿床。哎，放心吧，戴遂昌交给我，你呀，给我安安心心的睡上一觉。哎呀，这都最后关头了，我就是睡我也得睁着眼睛。哎呀，你就好好睡吧，你看你那个眼睛已经布满红血丝了，我保证你一沾枕头雷都打不醒。王莹啊，咱们走。走啦。谢谢你的陪我。李三毛，咱们走。过我这边呀！沈英杰和李参谋完全没有想到，鬼子野田组和内奸虽然消灭了，可还有人躲在暗处，对戴遂昌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置他于死地。乔专员，把
黄沙行动即将开始执行，令你今日务必解决戴遂昌，如再有失误，严惩不贷。都他妈是一群废物！刚才长官司令部宋主任对乔某大发脾气，立刻电告范进，今天再不解决戴遂昌，他就去死。特派员，上峰急电，今天再不解决戴遂昌，你就去死。死令。乌鸦先生，昨儿个忙活了一天，劳神费力，腰酸背疼的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结果连屁都没落着一个。土龙，你就别挖苦我了，你别忘了，雇你的合同是我签的字，我画的押，我要是搞不定戴遂昌不认账，你找谁要钱去？你敢要挟老娘？我屠龙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谁敢欠一文钱？老娘叫他死得难看！你还忠人之事了？这都两天了，你骗吃骗喝屁都不干，竟想着借刀杀人白捡便宜。老娘早有安排，到时自会出手，一分一秒都不会误你。哎，这么有把握？说说看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我屠龙做事独来独往，不让人过问。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行动时间了，共军县委大院防守这么严，你能干掉戴遂昌？老娘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，你就等着给戴遂昌收尸吧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戴遂昌早就没有关押在县委大院了，共党把他转移到了卢家老宅。卢家老宅，老宅。由于县委大院往来人员太多太杂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李参谋把戴遂昌转移到了卢家老宅关押。那上面也要布置岗哨。是。这老宅子很久没人住了，位置独立，便于警戒。对，李参谋考虑的非常周全，等黄司令来了，就在这儿审讯戴遂昌，也能不受任何干扰。原来李参谋早有准备了。对，戴遂昌昨天在矿场折腾了一天，浑身脏兮兮、臭烘烘的，就像刚从地沟里钻出来的老鼠，来不及收拾。哎呀，咱们不能让他这样邋里邋遢的见黄司令，要不然首长还以为我们虐待他呢。我去给他买套衣服吧。我去吧，我对湖山熟悉。还是王莹同志去吧，女同志心细。你负责把戴遂昌清洗干净，顺便给他买点好吃的，这家伙好吃。明白。走吧。好。特派员，这座老宅是一个姓卢的财主祖传的，开战后全家都跑到无锡去了，那栋小楼是卢家小姐的绣楼，从前只准女眷上楼，所以楼道修得比较窄，
很难上去。戴随昌肯定就关在楼上。哎，王干事，出去。啊，出去买点东西。啊。他在看守戴遂昌啊。谁呀？鹌鹑的未婚妻，保卫科的女共党。难道你想勾引他？他可收买不了。蠢货。小楼三面向院内，一面临后街。小楼的窗户破旧不堪，临街的后院墙对面还有一条小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老子有办法了。你还想救戴遂昌啊？当然。你不是都派屠龙干掉他了吗？哼，这个老巫婆我不放心，就知道装神弄鬼玩虚的。我真后悔当初出大价钱来雇他。哎，江湖传言不可信呐。特派员，嗯，这共军守得这么严，每隔几分钟就一般事儿，戴遂昌肯定救不了。救不了，再咔嚓。只剩下几个小时了，咱不能干等着，不能指望屠龙这个冒牌的江湖杀手。就咱几个人，能行吗？少废话，赶紧悄悄地把鹌鹑给我找来。吴老大，你真是宝刀未老啊。这是子弹。我要的特殊子弹拿来。这就是水银浸泡过的开花弹。杀伤力没得说。